即係飛搏嘅動作。係。再一次啊，網前啊，俾阿納斯亞咧就不慌不忙咁啊，又好輕易攞到一分。好啦，咪見到啦，雙方咧都係一段嘅時間咪攞分衝得係比較拋離得遠啲咁啊，跟住依家之後咧就一分一分咬住啦。穩定性亦都強翻啊，阿密德，勾得靚，哇！拿斯亞咁樣突然間一個追身殺波啊！嗱，呢個咧就勝在落點靚啊！嗱，睇睇呢個落點。嗱，如果剛才啲波咧就再向右邊一尺到咧，相信咧就巴納迪夫咧就好輕易又抽出一個對角線，又攞佢命啦。所以有時個落點咧就都幾重要啊！咁呢方面咧就反而咧就係阿密特嗰個殺波重就有啦，但係個落點咧就係仲爭啲啊！古利亞雲真係好嘢啊！佢係啱啱喺正手區勾個對角，其實嗱睇睇呢個阿密特都搶得好快啦！嗱，一個蹬過去一步就已經到咗個左場區，其實尋日都見到真係佢依一啲嘅預約嘅能力啊，真係好犀利！依個飛身係佢個騰空咧，就即係好多時佢係用單腳嘅步伐，即係用重心擺喺左腳，一般人咧就要側身。重心擺喺右腳就起跳，剛才佢勾完之後咧，就一個墊步用左腳一個騰空，所以剛才我話佢嗰個即係活動範圍咧，就真係好大好強嘅。其實我哋嗰陣時真係好多時候覺得咧，印尼嘅選手哇，佢哋個個都彈弓腳咁，啲能力啊，起跳嘅能力真係強到不得了。咁啊！剛才見到啊，納斯亞都皺起個眉頭啊！面對住古利亞雲，真係都仲係有啲壓力啊嘛！始終真係古利亞雲出波咧，佢有即係威脅啊！所以我諗呢場波納斯亞都未必係夠膽話係即係必勝啊！雖然即係個紀錄係3-0。拿斯亞都苦笑啦，不過咧就見到啦，嗰啲防守嘅分波咧，就古利亞雲就係真係做得好好。嗱，呢啲咁嘅一連串嘅進攻，就係靠剛才一個接殺，佢就擋咗對角線，跟住就攞到呢一連串嘅呢個進攻機會，亦都成功就攞翻一分，應該可以增加好多嘅士氣啊！尤其是對巴納迪夫，係審評。哇！呢球落点就靓啦。嗱，如果呢啲咁嘅大对角，佢就球嗱个角度唔够入嘅话咧，又嚟一个正手反抽直线啦。好在呢球波咧，阿密特嗰个角度真系攞得好靓啊！好啦，佢嘅发球16-15。小球啊，一啲控制方面啊，仍然差咁少少啊。咁啊，面对住只系巴拿迪夫啊，仍然都系有啲压。16-0。哦，唔敢开波啊！呢球波，即系呢个咧就系年轻运动员啦。明明自己嘅气势咧就上紧嚟，咁啊，你唔敢开。尤其是開波嘅節奏咧就快咗啊，咁啊就啱曬阿密特。好啦，輪到拿斯亞嘅發球啦。呢邊壓力應該就冇咁大啦。緊緊出界啊！咪突然間啊，古利亞雲咁樣要信心方面有少少下滑咗。
不過喺雙打或者混雙嘅比賽，有陣時真係開波嘅心態咧，會影響整個即係比賽嘅即係節奏啊。嗱，試下好嘢，哎呀！啱啱先賺完兩個波，咁樣喺網前撳落去都唔死，但係攞到網前就夾硬上好網，反而自己落咗網。難打嘅反而打到，自己反控制啦！依一板波出現失。不過佢就應該就唔會話即係有啲咩太大問題啊，因為佢即係其實穩定性都唔錯嘅。哎呀，呢度古利亚云好分，但系估唔到巴拿迪夫又出现一个失误啊！嗱，呢球波有少少心急啊，就想反控。其实呢段时间一路都俾对方揿住，应该嚟讲咧就老老实实先拉开底线先，就太过心急就想反击啊。嗯。咁但系咧就即系刚才见到咧就其实佢嘅击球点已经系好低，尤其是企喺前边嘅系纳斯亚，即系搏得尽得滞啊！嚟到星期日啦，场馆真系坐满晒观众啊！咁啊，当然真系都希望能够系睇到最高水平嘅羽毛球赛事。咁啊，如果今日咧就你话能够入到决赛嘅话，相信就会即系更加多人即系观看。嗱，剛才一個中場波，嗱呢球波近死，跟住落嚟呢球，即係好明顯呢個步伐就唔到位啊！嗱，所以落點真係好緊要，如果你要撳呢個巴拿迪夫嘅話咧，就絕對唔可以打落去佢正手位啊，一定要手位入啲。哇！呢個都好危險啊！界內嘅話咧，就即係已經俾啊對方咧就追成平手啦。因為巴拿迪夫佢嘅防守特點咧就係防單邊啊，即係佢正手位咧係強好多。抽出嚟嘅波係，好啦，依度那先啊，佢哋嚟到 game point 20-18。哇，好尖啊，揼釘咁啊！好啦，阿麥德呢一板重殺，亦都係為佢哋呢一隊組合啊，能夠係先贏第一局嘅賽事啊，咪用咗17分鐘嘅時間，以21-18先贏第一局。全城靓车带到去你哋屋企，车文化逢星期五 Now Sports One。I'm Piers Morgan. I love talking to people.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properly in love? Well, you're good. You are good. What is it like being George Clooney? You know, even with malaria, it's just good fun. 过年肺腑，珍妮积顺，邦多利沙利斯。想睇下一位嘉宾，即时喺 Now 宽频电视申请 CNN 精美奖品，手到拿来。优惠期至5月13日。Piers Morgan Tonight， 星期二至星期日晚7点。快啲打2888-1888登记啦！好啦，見到啦，今日呢一場嘅混合雙打嘅決賽賽事啊，兩隊印尼嘅組合啊，唔可以話第一局嘅廝殺得非常嘅激烈啊。咁啊，雖然啊，見到古利亞雲同埋巴拿迪夫佢哋先輸第一局波，咁啊，但係真係都不能夠否定佢哋嘅表現啊。咁啊，分數咧都好緊嘅，咁啊，只係輸18-21，三分之差啫。咁啊，睇睇第二局咧呢個戰情啊，會唔會係繼續咁緊湊啦？那斯亞準備開波，一局在手。One, two.
三號種子嘅組合啊，黑色衫呢一邊咧投兩分都係自己佢哋嘅失誤啊。不過嗱，先講分波真係確有一手啊，因為其實佢速度並唔係話好快，但係勝在咧就係即係技術係好，即係好到好到家。咁啊，好多時喺只要喺佢手上咧，都可以全方位咁啊，係打出啲唔同嘅角度。咁啊，所以呢啲咁嘅球員咧，如果係有即係中國隊呢啲咁嘅。即係身材或者係身體素質嘅話咧，就真係好犀利啦！一比二，古利亞雲嘅發球。能望過。但真的很勤力的，不過他的特點，我想為什麼拿斯亞是選中他呢？ 我相信拿斯亞是選中他的能力和那個進攻的這個威力。其實如果是講分波，反而就是古利亞雲會是好一點，當然這個就是拿斯亞自己的感覺。由剛才這些多板就看到阿麥特就確實即係佢周圍走，咁啊同時咧，即係打完多板之後，最後佢都仍然係可以有足夠嘅氣力係進攻。好啦，一下一節啦，分數又拉開咗啦，五比一。哦，仲夠到。好難相信咧，就反而保位嗰個係女子球手啊！哎呀，手上波啊，阿麥達出現一個失誤。其實呢一局咧，其實黑衫嘅組合都已經係成功咧，就係凍結呢個拿斯亞。好多波大部分時間都係喺阿麥達手上。係。咁但係咧就即係拿斯亞好嘢啊，就墊波嘅次數好少，但係每一次墊波咧都會係令到古利亞雲咧就好唔舒服嘅。今日從而就係揾到一個反擊嘅機會，但係剛才呢球波咧就係冇辦法啦，就古利亞雲嘅吊球咧，令到阿麥特咧就算飛身都救唔到。好啦，落後緊三分波，二比五，巴拿迪庫準備開波。接發球的是拿斯亞，哎呀，爭少少啊！麥古利亞雲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啊，啱呢球波啦，係打得稍微大意咗少少啊。嗱，機會嚟到把握唔到啊，咁。